大家好，我是蔡志礼，新加坡当代艺术研究会的会长，凯欣国际教育集团的教育主管，也是新加坡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写作组的组长。我在新加坡土生土长，在南南理工大学任教多年，也曾在马来西亚南方大学担任副教授、中文系主任和艺术学院的院长，前后培训过数千名教师和数万名学生，我希望能够继续为中华语言文化在东南亚的推广尽心尽力。此番有幸受邀为 Paper One 手抄报的创作大赛致辞，我深感荣幸。由广州羊城晚报20年前创办的手抄报创作大赛，吸引了近200万中小学生参加，是全球华人注目的重点文化教育活动。比赛在近10个国家同期进行，并且在 Paper One 的公益赞助下，羊城晚报与亚洲艺术协会合作，以我的新加坡情为主题，第一次在新加坡举行，确实振奋人心。在这个手机和电脑普及的网络时代，键盘打字几乎取代了手写的功能，我们一天或许会打上好几百字甚至几千个字，却难得写两个字。长此下去啊，人类执笔写字绘图的能力就会逐步的消失，所以现在写了一手好字的人可是越来越少了。西方就因为打字机发明的早，加上学校里也不注重学生练字，造成了他们很多人写起字来都是东歪西倒的。大脑神经科学研究的发现不断地提醒我们脑和手协调的重要性，我们绝不可荒废了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写字绘图的基本功。而手抄报呢，就能够磨练脑和手协调的绝佳方式，值得大力提倡。请以我的新加坡情主题，以精彩的文字和美观的插图，以及巧用各种版面的美学技巧，在有限的报章版面上发挥你无限的青春才华，留下最亲切最真实的亲笔记的手抄报。这不但让我们拥有共同的记忆，也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。我希望大家热烈响应，积极参与，以华文或英文设计一份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报纸，表达对新加坡的情怀。最后祝 Paper One 手抄报创作大赛圆满成功，谢谢。